近日，有知情人爆料明星的2023年开年大刊，其中就有肖战的名字。网上爆料肖战和倪妮一起被时尚芭莎杂志社邀请拍封面，调侃一下是封面男模，都是老朋友，不是第一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是这样，肖战可以说是除了新剧开播，其他事业都如火如荼进行中，迫不及待想看到肖战的玉骨遥。据知情人爆料，肖战、倪妮、赵丽颖、李宇春、李冰冰等都有开年大刊，特别是肖战和倪妮接受杂志社时尚芭莎邀请，为时尚芭莎拍摄开年首刊，可以说是排面十足。当然，这也只是小道消息，在网上吃瓜而来，不少博主都认为这件事情千真万确，反正也没有坏处，那就理性吃瓜，安静等待好消息即可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一直都在保持关注，封面男模也好，优质偶像也罢，只希望看到顺顺利利的肖战，一切工作正常开展，心态和状态不受到影响即可。更重要的是，肖战主演的两部待播剧，无论是《玉骨遥》还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播出一部打破粉丝们的剧荒困境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不需要去担心肖战，只会在背后用实际行动支持肖战。肖战足够优秀，也足够强大，未来的肖战只会越来越好。作为粉丝，喜欢肖战并不是朝三暮四，陪伴肖战也不是朝令夕改，成为了习惯，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肖战要继续加油，未来一定会更加精彩。